三百里，你好。我二哥和我老二二嫂带着我的小舅子回家了，昨天晚上回到家了，今天带着汤圆去看他舅舅舅妈去。汤圆，找孩子先去。哎呀，高呀，妈给你图解一个。你说舅舅是啥人？一见面就说我们汤圆和发型丑。但是我头发太长了。头发太长了。去找孩子先去。三百里，你好，高呀。哎呀，去搜了哦。搜了，搜十斤。孩子姓，你想姑姑了没？嫂子，想我了没？想了，咱不想。在老挝去黑了。在里面晒黑了。你俩不认识了吗？胖嘟嘟。叫姑姑，他会叫不？叫姑姑。啊？汤圆，你认识他不？认识不？认识了。不认识了。姐姐都不认识你了，胖嘟嘟，他也不认识我了。孩子，亲过来，过来。哎，你过来，你亲姑姑了没？抱一下姑姑，好久不见了。咦，呀，那鼻涕给我抹脸上了。你咋不和汤圆说话了？你不想汤圆吗？想不想？想。想。来，姐姐，我们一起把滑板车去吧。去吧，邀请吧。哎呀，嫂子，媳妇呢？你俩去玩吧，去玩吧。你们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？来到家十点吧，是不是？十点半。十点半。我嫂子从老挝回来，还给汤圆带了一身苗族的衣服。我二哥说，汤圆脖子上的首饰都要值25万老挝币。今天院子里又开始热闹了，等我哥晚上回来就更热闹了。嫂子现在是不是觉得不无聊了？对，不无聊了，人好多呀。二嫂，嗯，去了老挝2个多月了，有没有想家里啊？想嘛。我们也想你，主要我和我大嫂两个人在家，没有你，我们俩玩不起来了。在老挝的时候要回来，有点舍不得的。走过昆明了之后，心就在这边了，很想回来了。在路上不熟悉了，一天走到家。正常的我们要走3天的。4天，昨天我们就3天晚上就到家了。看来还就是想家了啊。哦，那也想了。我们俩也想你了。弟弟来这里，你没看今天早上吃的还习惯不？我就说我们老挝饭吃的。哦，吃的啊，可以给他做。先吃点，然后再出去买菜。挺好的。你好厉害嘛！啊，你都可以带妹妹了，你俩现在可以玩了，是不是？熟悉了，两个现在玩的开心了。刚开始来还。不好意思呢，现在玩开了。终于吃到我嫂子家的糯米饭了啊！怎么样，好吃吧？像我说一样吧？嗯，好吃好吃，一模一样。我们汤圆也爱吃，就是摇动。这是你们家里的怂是吧？嗯。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环节，用手捏一下。今天全是老挝菜。好久没吃了。那跟老挝吃，反正吃老挝菜嘛，是不是？老挝米饭，老挝菜，辣的，美。想蘸一点。嗯，真香，太好吃了。那给，拿着这个肉。嗯，这就是有点黑。这就是这个颜色了。就这个颜色。这是晒干的，用那个火烤的，烤干。哇，好吃。真的好吃，尤其是这个糯米饭。4个人把这个糯米饭吃完。谢谢嫂子今天的糯米饭啊。不客气，你们吃完给钱就可以了。妈要拿来看里面。啥意思？过关的时候要背这个米饭，从那个人走路过去，不要。哦，要背着过去啊。啊、哦，背过去还好，我妈妈拿一点，如果拿一。他能背得动吗？那谢姑二嫂了。今天嫂子家弄的可丰富了，牛肉、辣椒、茄子，这就是我嫂子昨天说的怂，甜甜的怂。这个是我二嫂弄的，她都吃没了。哎呦，我嫂子家的糯米。嫂子，你看他们真的是太会玩了啊！苏一涵，你喝豆花不？啊。那你和孩子去喝一个啊、哦，嫂子。啊，你弟弟很能喝得惯豆花啊。给他买一碗尝一下吧。啊，尝一下啊，第一次尝豆花。妹妹。哎。你觉得这个西瓜能吃不？西瓜，你种了西瓜吗？他自己偷来的。哦，这有一个啊、哦。军出来给你吃的，你吃不吃？这里荒郊野地的。他自己偷来的。我不吃。本来和盒子一个西瓜，被你说的我都不想吃了。开玩笑的，
但也不是我们种的，它自己出来的。嗯，那肯定是你们扔的那个西瓜皮坏西瓜，它长出来的啊。对，玉米熟了，我吃玉米吧。爷爷家的院子都已经填平了，种了菜了。你好，你好啊。再等一下嘛，舅妈拜拜。我们要走了，要走了啊！完了，好，感谢来凡，好。有时间过去玩啊！嗯，我等一下，妈妈拜拜，刚好走了啊。嗯，嫂子我也走了啊。啊，好。有，我们改天再玩啊。好，改天来玩。嗯，孙一涵，走嘛，我们回家啊。潘子欣也要跟着。要跟着呀？你俩都玩了一天了，我的天哪！潘子欣，你去不去我家？去啊！那走走走走吧，走。